一转千年，由海信新风空调特别呈现。海信新风空调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荆楚好粮油、中国好味道的湖北粮油公用品牌荆楚粮油特别呈现。畅品中华名馔，守护美好时光。一转千年，由高端益生菌品牌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伴您畅吃畅喝，寻味中华。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以美食为经，美气为纬。湖北随州在奇瑰的荆楚大地上确定了自己的美学坐标。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让随州的青铜王国一夜之间石破天惊。石前方丈，罗志君修，陈会八鬼，位列九鼎。曾侯乙，音乐发烧友之外，更是老饕一名。他的美食依旧蒸汽袅袅，他的美气早已腾笼沛泡。一个险些被遗忘的曾国风味再现于世。而今，随州人融合南北。豆皮一卷万物，四时如春，四宝相依，水土自成风韵。十万八蝶于记忆中滚烫，青铜风尚在香岩中守望。时光变了，石器之道还在。说一句随州你好，就让我们一起观美食味。这段时间都干了点啥，咱们自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我可太要分享了，我沉迷于古籍书海当中。你就看了5本但是读得明白吗？读了5本书名吧。但认真的，这回花心思了，因为上次在苏州的时候我们 PK 这个菜。还有 PK 啊？当然，我没有 PK 过鲁豫老师，所以这一次我就下功夫了。看他老师都带有嘲讽的，不满意。我跟你讲，这次我的那个法宝肯定能帮助我们。我去拿着给你们看看。哎呦，还带东西来了。看，这么一大筐。是它的百宝蓝，各种酱料，我会发现他们有一些菜，你就得用他们当地那个特有的酱料才能做出那个味道。如果说火候什么这些东西我掌握不好，但是有酱料，基本上这道菜不会难吃。哎，对，随州这个地方在来之前我还真打听了，他这儿还真的有一种酱，就是他们当地特有的那种老酱。老酱，对，以前其实把这种酱当作酱油来用，现在虽然说有酱油了，但是它这个酱还在用着，比如说做这个烧肉啊、腌菜啊都可以。我爱人也是湖北人，他们的这个酱都是自己家里做的。每家调的味道都多多有点不同。有的家里爱吃辣，多放一点辣；有的人不爱吃辣，就少一点辣。但是炒菜都会放一点。这一趟呢，带了2张，也是昨天匆匆画的一些。等一下，欧阳老师，就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要花多久？大概就是5-6分钟的意思。对，5-6分钟一张哈。哎，咱俩很合适。我叫玉玉，你叫匆匆，玉玉匆匆。然后，因为我们待会不是有2个合伙人？对，2张这个小画就送给他们。来了！
的老乡。我是林晓峰。晓峰哥你好。凡凡。你好，晓峰哥。冰冰。郁郁葱葱。郁郁葱葱。我刚过来，然后就带了一个伴手礼。哇。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坐下坐下。哎，我好好奇晓峰哥带来的这个工具。哎，因为我比较喜爱吃牛，所以我就带来松肉锤。它会破坏，就是它那个筋膜，可以让那个肉变得更嫩。哦，我们小的时候就家里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买的牛排都是煮出来就比较硬，比较柴。所以我妈妈就用一个锤，啪啪啪啪啪啪打得很散，做出来的牛肉就比较嫩软一点。哥，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都是不吃牛排的。有人吗？哎，终于来了。有人吗 ？Hello。咦，森林姐好。Hello, 你好，凡凡。森林姐好。峰峰、哦，欧阳老师好。快快快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哦，谢谢谢谢。坐坐坐坐。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点好吃的，因为去买个吃的，所以就来晚了，非常不好意思。这太诱人了。你怎么这么贴心呢？没有想到我们都没吃早饭。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早餐。这是当地很有名那个叫汽水馍馍，汽水馍馍。哦，汽水馍馍，听上去有点像那个咱们喝的汽水，其实它主要是用的那个气。发面有点发面，要不然尝尝？哎，好 Q 好软啊，有点像蛋糕哎。我听说过这个，因为那是发酵的，所以。对胃特别好，对，我觉得特别适合蘸点这个酱汁，然后就是豆浆，对，就让大家吃饱喝足就有力气干活了。两位还是有一点小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嗯，这是我昨天画的。哇哦，欢迎来到青铜器之乡。谢谢，谢谢欧阳老师，谢谢。好的，介绍一下我给你们准备的啊。这是车云山的毛尖，这是信阳毛尖。因为随州这儿的车云山横跨了信阳和随州，所以山上产的这个绿茶在这边就是车云山毛尖，在那边就是信阳毛尖。其实是一山有二珠。对，形容的非常好。哎，谢谢欧阳老师。这个绿茶你尝一尝。好的好的，品一品，先闻香。嗯，这个季节喝绿茶是非常好的。对，清热解暑。对，嗯，挺香甜的。嗯，感受到了那种在云雾间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对对对，说的特别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饕餮号，你看这个饕餮号是可以运动的。真的吗？对呀、啊。太空的感觉，很有那个现代感，是吧？是是是，有这个海信的新风空调，立刻就出了新风和冷气，很凉爽。嗯，那边还有非常现代化的厨房，都能点着吗？全部都是真的，冰箱也是真的吗？全是，看到了。哇哦，还有洗衣机、洗衣机、烘干机。跟随州有关的，嗯，楚文化非常代表性的一些器具，太好了，这个饕餮号。哎，咱们是不是跟两个合伙人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几个人做的一些功课呢？嗯，对对对，必须的。让鲁豫哥先来，我每次都很期待他的。可能说到随州，并不是大家对这个城市都很了解，但我说到考古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大家就都知道了，那就是曾侯乙墓的发现。嗯，在曾侯乙墓里面呢，大家最熟悉的那就是咱湖北人的骄傲了。嗯，编钟。哦，编钟。曾侯乙编钟，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宏大的一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样炊具。看我的书，就是这个，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这么精良的炊具了。哇，对，还两层哎。能猜出来这是干什么用的吗？盘子吧。盘子。烤肉的。哟，你可以呀、啊。那些书不是白看的，那些古籍。你少来，你就是刚才看了我的 PPT 而已。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曾侯乙墓当中发现的一个双层的盘炉。哦。而且在他的墓地里，这个烤炉上竟然有一个完整的鱼骨，下面有未燃尽的木炭。经生物学家鉴定，这个鱼是鲫鱼。这是最早期的烤鱼吗？这就是曾侯乙烤鱼，今后开一家。
所以你看他爱音乐，然后爱吃，然后还爱喝，所以吃喝玩乐就是曾侯乙，太懂生活了，我觉得很懂生活。那除了烤鱼以外，我觉得现在天气这么热嘛，我其实马上想到就是一个拌菜。哦，哇，这个我喜欢。那个时候还有拌菜。拌菜就是一个沙拉，啊，也是曾侯乙啊。对，曾侯乙出土的棺木里头，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的果核，有500粒花椒，还有菱角、山茶、川耳，这一堆里头，花椒可以提一个花椒油出来。菱角我们可以把它煮了之后，稍微切一切，不煮生的也可以吃，菱角生的。对对，杏也是，可以稍微烤了一下，就做那个脆脆的，香一点，对，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批植物已经是足够可以做一个我们现代理解的沙拉或者是一个拌菜，来吧，凡凡。到我了吗？给他们揭晓咱们的这道菜。你看看刚才是谁在说我的古书不够古，看看都掉渣了，真很古啊。看看这个翻阅的痕迹，这一本哦是借来的，我还以为是出土的，出土的文物啊。他只是记录了出土的文物。对对，曾侯乙墓被发掘的时候呢，出了报告，这个报告有多人收藏它，我们借来看一看，里面就发掘到了这道菜。当时发现在这个墓里啊，有很多的牛肉、羊肉、猪肉、鸡肉这些东西的骨头，但有一个很特别，它是一个蒸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在古代呢它就叫做铜眼，它里面发现了牛肉的骨头，所以呢大家就认定在那个时候古人们已经在开始用蒸的方式来烹制这些肉了。我还补充一下啊，这个做法在那个《楚辞》当中啊，屈原写的《九歌》里面是有一句话叫做惠瑶蒸西兰芥，惠呢其实它是一种香草，推测了一下在随州当地有种植的这种香草的话可能是藿香。藿香啊，而且它这里面的兰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兰花，兰草配兰，兰草配兰，瑶就指的是带骨的肉，芥指的就是垫子，然后所以说它这句话就是说当时有用蕙草蒸肉，然后再用配兰给它垫在下面，所以说我们觉得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的做法。哦，有多层的香味。对，它会把那个用那个香草，香草对熏出来那种香味儿。因为那个时候配料其实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有很多佐料可以去调制一个肉的味道，所以呢器具呢我觉得能有蒸锅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重点要推荐就是曾侯乙蒸牛肉。没错，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因为这是道硬菜，我本来觉得只有我找到了饮食密码曾侯乙，没想到全部都找到了这个。哦，你们两位听完我们推荐的这三道菜，你们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凉拌菜更加丰富，然后更适合现在的这种天气。哦，做凉拌的这个菜，对。明白了，小峰哥，来看看这本书的古老，看看啊，在这一页上面跟我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那不能够，它的古老跟您的学识一样啦。我们吃牛啦，你不是最喜欢吃牛排了吗？牛，我带着那个锤过来。哦，对，我们还有锤子。就那这一票投给谁啦？哎，你等一下，本人还没有发言呢，是不是？啊，其实不用了。对呀。我好难啊，我跟你讲。哎，但是你发没发现，你这道菜烤鱼其实和现在的做法听起来吧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没有太。你觉得你的蒸牛肉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吗？有啊有啊，所有盐呢、甜呢，所有都没有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一转千年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吵起架来的情况。那我其实立场在现在也有点动摇。你是支持我的煎烤啊？没有，因为觉得植物在这上面是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如果它就是干蒸牛肉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你们是有把那个植物放进去，我觉得这个方向我们真的是可以探讨一下。那好吧，现在投票吧。好，支持我的请举手。Ha ha!
真的就没人支持我呀。你躺下把脚也举起来。支持欧阳老师的请举手。哎，这两个人啊。哇，那我觉得有点危险了。我们其实胜在原创团队人数多一个，对，我们俩是俩人。等一下，支持凡凡和冰冰的，请翻跟头。也没有。好吧，因为上一次呢，确实大家都支持我，让那个金鸡玉块呈现在大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这次呢，我也必须支持你们，好不好？咱们呢，争取要把这道菜原汁原味的，再加上新时代的创新呈现出来。但是必须得有一个很专业的人。对对对，现在肯定我们会用上青铜器，对不对？对。好，我们希望找到相对的植物，这边最好的牛肉究竟在哪？所以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赶紧打个电话，因为我认识这边湖北名厨委员会的副主席。哦，对，孔德明老师。那行，那咱们就按照这个路径去寻找，好不好？ Okay, 好的。那好，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出发。哇，这儿好漂亮啊！哈，对呀、啊，我还没有来过随州呢。那个是什么像？那就是炎帝，炎帝，炎帝。哦，我猜应该是炎帝。哇，哦，炎帝的雕塑。对。炎帝您好，我们来了。听到声音了没有？快看。哦哦，前面有表演。有点那个原始舞蹈的感觉，对，像那个壁画似的。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哎哎哎哎，啊，上到几千年前了，对呀、啊，穿越了，好多人啊，我们能挤到前面去吗？赶快上前面看。没有主持人吗？要不我们都上去吧。我们哥职业天赋觉醒。哎呦呦呦，有主持人，哇，还想抢人家活。现场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好。现在我宣布青铜盛宴随州厨祖美食文化节正式开节。哦，在今天的美食节现场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环节。现在我们要有请我身边这位湖北名厨委员会孔德明孔大厨为我们介绍。哦，大家好，他就是孔德明。哎，我是孔德明。这次美食节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互动环节。感兴趣的朋友呢，领上一张卡片，卡片上有四句话，每一句话都代表着我们随州的一种美食。
这四种美食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美食街去寻找答案。四种美食，如果说我们全部答对的，获得我们前二十名的参与者将得到特别的奖励。希望大家呢，什么奖励啊？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奖，必须要玩得愉快，玩得开心，谢谢大家。好。哎，欧阳老师好，大家好，一人发张卡片，好吧？啊，好，好，有直接发卷了，你看。哦，给我，给我。哦，原来是有这个啊，四个问号。浪漫东方巧克力，扎根土地的编钟，一天的力量源泉，智慧的爆款花纹。嗯，这个爆款花纹，您确定它是个吃的？那肯定了，爆款花纹，简称爆纹。我们最好的美食，最好的大厨都在里面。你们参与了我们这个游戏，打对了我们卡片上的这四个美食以后，我就给你引荐我们最顶尖的大厨，好不好？好。就咱边吃这个东西的同时，还要找这个味觉背后的这个制作者。是，那四个美食我们高效一点，我们分组完成就比较好。谁愿意跟我一组？我。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好。欧阳老师也跟我一组。我想动，有被我们两个伤害的。对，我一想动的时候就赢分组了。你快站到他们中间。好，那我们带着小芳哥。OK， 好，那我们出发了。没问题，走。走，出发。那我们就找前两个，你们找后两个吧。好啊，好啊，好啊。咱们商量商量，一天的力量源泉，那肯定是就早餐吃的东西嘛，就是你吃了之后一天会很有力量，很饱。所有的好吃的都有这个功能。什么东西长得像编钟？想一想，心像编钟吗？平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钟，但是吧，确实我知道随州的香菇挺有名的。对，我就是来随州之后，你就看到。天天吃香菇，两边都有，而且你知道我吃过一个酱，就是他们这的香菇酱。哦，对。哇，好香啊！哇，这个厉害！哇，这是什么？气球哎！哇，真的不错哎！哇，穿起这么硬哦！哦，天哪，天哪，好细啊！这个像丝一样的。天哪，你来快看快看！是一样的。太厉害了！哇，爆米花！爆米花！蹦一下那个。对，哇，这太好了，太古早了。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随州的泡泡青。哦，这就是泡泡青啊！对呀。这是泡泡青叶子，但是我们这是过季的，就是冰鲜的泡泡青，因为这不是这个季节，泡泡青一般是冬天才能吃。还给包起来哎，对，就是饺子。饺子。哦，这个包了蛮漂亮。泡泡青据我所知，它的叶子就像那个服装那个泡泡纱一样，只有当地有，墨绿色的，所以叫泡泡青，非常形象。我们能不能尝一，能尝吗？能尝，能尝。哦，这煎好的，哇，这好漂亮！里边包的是豆腐是吧？哎，素馅素馅，这个皮是豆皮是吧？豆蓉皮哦。哎，来来来，看你们尝。谢谢。虽然咱不一个队了，但还是很团结的。嗯，好吃，好吃吗？怎么姐？好吃，好吃。我要再吃一个，没有脆脆的口感，哦，还有藕丁，有点辣辣的。你们会称这个为这个巧克力吗？那你自己找。哎，有点像哎，因为泡泡青的颜色是所有青菜里面颜色最深的，墨绿接近于黑，东方巧克力。这有点像爆款花纹啊。那应该是一天的力量全员了。源泉啊，源泉了。好，我们吃下一个蛋壳吧。这个口感特别好，里面有好多那个小粒粒，有的是碎的，
有的是面面的。哎，我喜欢它辣辣的。哎，这是什么东西啊？金沙滑肉。哦，滑肉。那五花肉。哦，五花肉。对。一点都不觉得肥，是吧？对对对，肥而不腻。好，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一般是中午和晚上，中午和晚上可能就跟那个一天的源泉有点不太一样。豹纹也没什么豹纹，我管它大不大，我想尝一尝。能来一小口吗？哇哦！我突然觉得答题不重要，先把肚子吃饱，吃爽了再说。哇，好好吃啊！是吗？嗯，是吗？哇，它怪不得叫滑肉呢，很鲜滑，进到嘴里是滑溜溜的。嗯，那你们俩别一直吃了，我们的主要的任务走了，鲁豫。啊，有人管我们，不要再吃了。好，谢谢师傅，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吃。我想吃个热干面。热干面的灵魂就是那个酸猪脚。哦。哇。这是我最爱的热干面吗？来吧，这是我最爱的热干面吗？鲁豫，你到了每个摊档都是你最爱的，都是我的最爱。我听说这个热干面，你看在武汉卖的最火吧？但据说随州是它的故乡，哎，真的吗？因为热干面它起源于随州，然后在武汉盛行的。它起源于随州啊！它起源于随州啊！哎呀，我们的冰冰太可爱了啊！起源于随州，起源于随州啊！嗯，我还真理解挺能吃的，非常能吃。谢谢。啊，没事，谢谢谢谢。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王冰冰的碗。干干净净，我也是啊，玲姐的碗也是。哇，我一个面都不会剩，那个想去讨点水喝。嗯，哎呀，今天怎么这么舒服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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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是，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呢？不是，我想尝一口。哎，老酱灌肉，我要吃一个。尝，他就喜欢又酸又辣的。我吃。你真的，你是来干嘛的？你吃的。这个好好吃啊！好啦，嗯，走了哥。走了，拜拜。倍香，哇，这汤好鲜哦！我要吃一个。你真的，你是来干嘛的？我来吃的。你的目的特别强，就是来吃的。鱼糕，哎，湖北的鱼糕是我的最爱。哦，真的。哎，这个好吃，是不是？哇，哎，这是不是当地的那个叫十大碗啊？啊，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这有没有咱们要的呀，鲁豫？咱得，咱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这里。我觉得这牛肉干会不会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啊？牛肉很给力的。但是没有说一天上来就吃这么干巴巴的东西吧？也是也是。小龙虾，我怎么？小龙虾，真的是鲁豫吃上头了吧？是不是？我们的香菇还没找着呢。我觉得肯定很多答案在前面，不可能在一开始。对，他们一个都没有找到，他们就是想吃。你什么找答案？这什么东西啊？猪蹄儿，随州拐子饭，好像就猪手。哎，对，它是猪蹄的上面的部位。哦，哎，因为它这个部位它是那个少肉多筋。猪蹄的这儿。你下面这儿。哎，对对对，中间。这儿。对对，肘子。啊，算叫拐子饭。他的脚趾，奇怪啊，形容自己就是。那这样方便理解，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吗？这儿吗？肘部，哎，对，肘部。这个是整组。它是一米饭配米汤，然后一碗肉，配小菜，就相当于营养均衡。从那个营养素来说，就是蛋白质，包括维生素。包括那个脂肪，它的含量都够了，所以一餐其实吃这么一顿，你就基本上都全了。因为那时候老百姓他们在说每天要做体力活嘛。哎，体力活，棒！我告诉他们，咱们偷偷的已经知道了这道题的答案了。那它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商量一下，让他们去找编钟。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答案了。对对对对。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鲁豫哥，在。换问题吧，我们商量一件事情，找着了，就是呢，我们帮你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没有一个答案呢，其实没有头绪，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下？你们从哪儿走过来的？不用了，我们马上就过去。哎呀，好说好说的，哎呀，不会好说好说。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哦，这个就是。对，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个扎根土地的编钟，如果你们有线索、有消息，告诉我们好不好？我跟你说，我就是扎根土地的编钟，你看，咚咚，就知道指望不上他。走走走。走吧，我们找下一道题吧，小峰哥。哦，一天的力量源泉，这个是不是当地的拐子饭？对对对对，这个呢，我想喝一个这个米汤。我这边的文化是，一碗肉一碗酒，活到99。哦，真的。对。早上吃了这个，马上可以下田了。对对对。吃的很丰盛哈，这一天的力量都有，全有了。嗯，好，一天的力量源泉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这样水踏片，水踏片，你把它翻过，我怎么觉得有点豹纹的感觉？哎，对哦，是不是？是不是有点豹纹的感觉？智慧在哪儿？智慧。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呢？小麦面粉。小麦面粉，嗯，好吃。靠他的双手就是智慧了，那是勤劳。好不好吃？你想着给你分一点，给你分一点。哇，好的。哦，来来来，这个没咬过。哦，欧阳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爆款花纹。爆款吗？你看背后就是豹纹啊。是，我觉得不可能两个答案离这么近吧？用我的头脑来分析的话，也许他们就觉得我们的智商不高呢。大姐，智慧的爆款花纹是不是这个？你看着我的眼睛，是不是？是是啊，就是他。那我们找到答案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怀疑。我们多看两三个花纹，比较一下，看哪个花纹比较有智慧。还是欧阳老师比较冷静，你不是吃饱了，有点上头。哎，好家伙，人家在那吃吃喝喝，咱们在这各种找题。哎哎，哎呦，吓死我！哦，你看，这不是巧克力吗？对。哎，找到了一个。这里面包的就是这一种一样的黑蒜啊，这个不是巧克力，这个是黑蒜。它虽然是黑的，但是呢，就是它煲汤煲出来那个汤是甜的，哎，所以它会跟巧克力像，对不对？它这个里面也很像，像巧克力，颜色像。来看一看，我觉得它就是浪漫东方巧克力。哎，所以我们随州是特产黑蒜吗？对，我们的黑蒜是随州的美食四宝之一。之一。哎，四宝之一。随州的美食四宝还有什么？我知道有香菇，啊，有拐子饭，拐子饭，泡泡黑蒜，什么还有什么？泡泡青。泡泡青。对，所以说这四个答案是不是会就是？所以香菇和泡泡青有一个可能是编钟。哦。现在走路很轻松了，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对，我们就是把那四宝给它往里对一下，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巧克力我们找到了，力量源泉找到，我觉得两个就是试试，就是那两个哪个是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坚定的暗示。对，你刚刚这个暗示好坚定。遇到五名游客成功面卷。只剩最后15个名额，走，来不及了，咱们要赶紧找，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这个不是像豹纹吗？这就是，这绝对是了。但这是个，这绝对是了，是爆款花纹嘛？香菇是当地的特色，但是应该是香菇，这个是包。这是香菇吗？这是面食做的。对，哦，不是真。天哪，我觉得我以为这是真的香菇呢，原来是个馒头。对，有馅儿的馒头。哎，我觉得这个爆款了，这个爆款非常爆款了。好，有苗头了。哇，这是著名的黑蒜嘛？对对对对，必须播一个。我们北方人爱吃蒜。爱吃蒜。嗯，好吃。嗯，好吃，还甜甜的，一点都不辣，一点都不辣。嗯。它是本身就是黑色的。增梨。不是白大蒜。增梨。哎。这是什么东西？东方巧克力吧。啊！你看它包成了巧克力的样子，对，而且它是黑色的，黑色的。
哦，编钟。编钟。扎根土地的编钟。就这个呀。就应该是这个了。是冬瓜做的是吗？这个是冬瓜，这上面是萝卜雕的。雕的太好了，哇哦，太漂亮了。哎，我们应该找孔大厨验一下券儿。孔大厨呢？哎，孔大厨。嗯，我们刚才那个东方巧克力是黑蒜吧？编钟是这个，是不是？但是编钟不能吃啊，得吃啊。一天的力量源泉是拐子饭。想好啊，你想好、啊。这个是我们的香菇。香菇。香菇你吃过吗？你没吃过香菇，怎么知道香菇了？你刚看到一个香菇包子了。我们还没有找到香菇。从他的话里，我感觉是对的。把大厨拉来，我不管，赵爷。大厨家卤一个呢。啊！现在在鲁豫哥那块，他们先验了。好、啊，走走走，快去找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快找到了？我就说为什么他们停在前面那么长时间？验券，你们已经验券了。我没听，你们找着编钟了。编钟是啥呀？编钟，你看，哎，才不是呢。哦，不是啊，三个对了，一个错了啊。好啊，三个对了，一个错了，哪个错了？我们现在验券，浪漫东方巧克力是黑蒜。嗯。一天力量源泉是拐子饭，嗯，智慧的爆款花纹是香菇，嗯，扎根土地的编钟泡泡青，全对，哦，扎根土地编钟是泡泡青啊，这怎么解释啊？因为它那个是四宝嘛，我们就排除法，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没找到原因，不用吃，只是问就可以了。泡泡青跟编钟有什么关系？因为什么呢？泡泡青是绿色，对对，青铜，对啊，墨绿，颜色相似。它只有在随州这块土地上才能生长，但随州以外的土地它长不起来，它的种子会变异，知道吗？传说是我跟我们的炎帝，炎帝发明了这个泡泡青。炎帝呢，让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农耕文明。哎，随州就是农耕文化。第一个吃的就是泡泡青，谁也没想到。发现。沉浸在验券的快乐当中。好了，现在这些解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着孔大师去寻找这个大厨，另外就是把奖品顺便领一下，一共六位哈。好，好，走走。哎，君小宝这个不错，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益菌群非常丰富。好，嗯，味道也不错，嗯，有点蓝莓的口味。我们最好的大厨就在这儿呢，哦，在这儿呢，吴老师，哎，好好，你们好，大家好，吴建国老师，哎，哦，70年代，他一头扎进闻名全国烹饪界的专业学校，从此一生钟爱。80年代，他见证了全国各地最好的大厨汇聚湖北，推动楚菜融合八方。90年代初，他传道授业解惑。直至今日仍在继续，这就是学院派中国烹饪大师屠建国。屠大师给我们烧的是华烧鱼块，华烧鱼块，哎，传统的。哦，这看着好香哎！你看这个颜色，哇，华烧，而且看着真的很嫩，很弹。嗯，屠老师您。工作多少年了？我工作接近50年。哇，您看上去也不过50岁嘛。对啊，68，68了。哇，假使让您回到了那个曾侯乙那个时代，用那些食材，然后做一道曾侯乙爱吃的菜，您觉得您能完成吗？应该是可以，没问题的。哎，啊，应该是没问题。100分，您的信心有多少分？90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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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一块牛肉，带骨头的。那牛肉去哪里找了？菜市场。这个就是随州的一大特点呢。哎，还有一种叫做自由的牛肉。自由的牛肉，哇，是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很自由了。放养在山上的，散养的，散养的。那那种牛肉叫什么牛呢？自在牛。哦，自在牛。自在牛去哪里找呢？大红山。此时此刻，大红山的自在牛都在瑟瑟发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曾侯乙做这个菜的用的是铜器做的这个炊具哈。对对对。我们应该从哪里找呢？可以去找当地的一个做青铜器复原的高手，也是一个大师，叫向少卿。向少卿。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您再提醒一下我们，我们马上就去干这件事儿。注
意别吃多，别多吃。不要管我。回头以后涉及到这个在制作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探讨。好的，谢谢涂老师。那我们去找牛肉吧。要不咱还是咱仨一组吧。好，我们一块找青铜。好，那好，谢谢涂老师，一会儿见。待会儿见。来，一起，你加油。好，三二一，加油。哇，这里感觉像是一个特别基地。对。你好。哎，向老师。打扰您了，向老师。欢迎。您好，向老师。您就是传说中的青铜器的复原非遗传承人。哎，对。我们这个青铜编钟的制作技艺，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对。我们就是复制这个青铜器，以编钟为主，以青铜眼或青铜底器。那就是说我们在其他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古编钟的复原都是您完成的。对，基本上就是。今天的见着大家了。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正在做的事吗？好，这是出自最后一幕，这是底。这是这个轨。啊，这个好漂亮啊！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连镜壶的复制品，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两个连在一起的。它的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龙形纹。龙形纹，就那个时候的龙是很简单的一个，是吧？象形的一个样子。龙形纹。哎，老师。它下面的这四个角怎么这么可爱呀？这个小 baby 吗？古代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他用古种动物来进行支撑这个器物，是这样的造型，太可爱了。这四个小兽，你看它的状态就有一种好像让我喝一口那种感觉啊，有点傲娇的感觉。对，其实这个也很漂亮，你看，漂亮，哇，对，厉害。技术上面，师傅，既然我们来到了。我觉得手点痒了，是不是可以叫我们一点什么？就是当然，就你要花了很长一个时间。他不好意思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想成为非遗项目的参与者之一。参与者，对，行，哟，真教我们呀！哇，太难得了。这个全都是手雕的吗？都是手雕出来的，啊，模型，厉害。老师，真的，如果我们要。动手试一下就可以怎么碰，又不至于破坏这个。对，这上面会刻是这个纹饰，对，要刻纹饰的。这是个拿型，拿型的话呢，它倒出来之后的话呢，有的地方不是很规范，就需要人工的话呢来进行修饰，修饰对。这个我觉得我都不敢碰了，我怕给人搞坏了。主要的要保证它的线圈流畅。对。其实你那个刀下去，其实你慢慢就有感觉了。对。你跟那个刀就要连回一体，然后呢，慢慢你就觉得啊，这就开始穿越了啊，开始回到过去的年代了啊。我觉得就动这两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你对这个事业不热爱，是坚持不下去的。枯燥了。对，这些文物的这些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敬。对，要非常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对。一上手你就知道了，很复杂，很细致。这个搞工艺的话呢，学徒一般的是搞其他的行业，一般是3年满师；搞这些的文物复方制的话呢，10年难到满师。这里面的这个技术太深奥了。对。那我想问老师，比如说把您的技术和现在的5D 的打印，包括那个激光的这种雕刻结合在一起，
会不会让您更省力气一些呢？对，我们现在就是运用这个手工雕刻，手工雕刻，包括这个现代的高科技3D 打印，3D 打印，我们现在都在使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哇，和高科技结合，那就厉害了。这样的话就会节省很多的人力，对，很多人力。因为我觉得，如果3D 打印的话，还需要我们人手把它再雕琢一下，有的还要修饰，对，对对对，其实还是一种情感吧。我觉得人手的那种情感和三 D 还是不太一样，对对对，它是有温度的。我觉得他的这种工作是有点，就像那个女孩子绣花一样的，一针一针的，一点都不能出错。看我脸上的汗，就本来又热，然后呢，你一干这种细活，你就莫名其妙的汗就下来了。你看这么热的天，老师穿着工作服一滴汗都没有，对，这是心境。有点小紧张，有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还挺让人。就是一体验会让人对这些老师们非常的充满敬畏。好，两位觉得 OK 了吗？我在没有动手之前都觉得很 OK， 我弄完了之后呢，反而觉得不 OK 了。还好，还好，就觉得压力有点大。好紧张，考试要出结果了。三个人做的都很好，哇，是吗？我明显感觉你好像是站在我这边在鼓掌。谢谢谢谢谢谢老师鼓励，啊，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很多。我们先跟您说说我们的想法，向老师，因为我们呢现在想把曾侯乙的一个蒸牛肉啊，展现在我们一转千年的厨房里，啊，那么我们希望制作的整个过程，也能够原汁原味一些，尽量的啊，所以呢，我们特别想寻找就是曾侯乙墓里面的蒸东西的这个眼，青铜眼，这个就是复制的这个青铜眼。得来不费功夫哇！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吗？好，我们拿这个讲啊，那个就是，好好好好好，好讲究，好细致啊！啊，对，是兽面纹，兽面纹，你看这个兽面，哦，兽面。它古代的话呢，它第一个是起这个装饰作用，装饰，第二个是起美观作用。啊，装饰起这么个作用，对，因为它常常都是有点，坦白说哈，是有点凶的，就一拿出来有点，就有点霸气，有点镇住整个事情，对，权力或地位的象征，这是个大象吗？这是个象的这个纹饰。哦，哎，你别说，有莫名的一种缘分啊，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大象嘛。玉哦，所以我对大象一直就特别亲切。所以刚刚我一看见这大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有缘啊？古人为什么会喜欢大象呢？大象在古代的话呢，它是一个吉象，吉象，吉象，吉象。哦，所以你们要对我好一点啊！就有吉祥的事儿发生了。这个青铜眼的话呢，古代它是起这个蒸食物。蒸食物，蒸煮食物用的煮啊。哦，它真的里边有个屉耶。对，看看这个好神奇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蒸屉似的。对，啊，香港叫蒸锅，我们叫屉。屉，对，就蒸包子蒸锅。啊，屉。下面放炭是不是？哎，下面放水。哦，这个是放水。哎，放水，就跟咱们的蒸锅一样。是一样的道理。哇，古人真是有智慧。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湖北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青铜器，就是那种颜色的，甚至上面哎还有一点那个青绿的那种。所以其实真正的青铜器应该是这个色，是这个颜色。哦，这是腐朽的。它那个是通过这个几千年自然氧化，它形成那种颜色。哦，啊，因为古文里面说青铜是吉金呀。吉利的金，金色的金，所以我一直在想它应该是金碧辉煌的啊，应该就是这个色儿。对。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杨老师，就是我看很多人就说，就是当年的这个真正的在春秋战国时候，那时候的青铜器，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些知识的盲区，青铜器里面是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化学物质的。它这个青铜的话呢，它里面含铜、锡、铅三种金属。它这个铅的这个含量的话呢，是极低的，很少。对，我们现在做这个青铜眼的时候的话，就把这个铅金属成分把它除掉了。哦。哎，现在我们改用这个锌金属。
心，哎，心，哎，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哎，这个蒸包子还补心，对，还补心呢。同系心三种精神，哎，像这样制作的这个青铜眼的话呢，喷出来的食物，这个人们吃放心大胆，可以食用了。那肯定是没问题，没问题，放心的。好，今天这个谜团解了。好好好，那老师，我们准备把您的眼借走。好，然后呢，为了向您表达感谢呢，我们想请您参加我们的品传会，好不好？好，荣幸参加，荣幸参加。太好了，那我就冲着我的眼去了，去了。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慢着，慢着，慢着。取了这个眼，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要找到藿香吗？就找到相关的这些一些食材。顺便跟老师打听一下藿香，您觉得在当地去哪儿买到藿香啊？我们旁边就有一块菜地啊，就是种的，种的菜就是供工人们吃的，这个地方就有。天哪！哎，你是我的眼，这真的是我的眼，太好了！走走走走走。这种时候爬爬山感觉还挺舒服的。我先吃，小心哦，先过一过。哇，我不行。你为啥不行？我害怕。小心啊，我不行，我这运动细胞为零。你还是体育主持人，我们又不靠体育成绩比。惨了，我们穿这个好紫色红色牛会很兴奋吧？对呀，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哎，但是我之前问过，说其实他们对颜色没有那么大分辨。是，其实红色那个东西主要是为了给人看的一种表演啊。他逗的是我，而不是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叫林晓峰，我是小马。你好，我是冰冰。我们这次是想来这个山里找咱们那个自在牛，您知道在哪儿吗？啊，我自在牛就在前面的树林子里嘛。哦，我们想找一种做菜的牛肉。啊，那可以，看你们是需要嫩一点的牛肉，还是要老一点牛肉？我们可能都想要呢。对呀，对，因为我们不太确定哪个像适合我们来。对呀，那可以，但你要去上面给我把牛赶下来。赶牛啊，赶下来。第一次见到还要亲自去赶原材料的。对，赶的话有什么方法赶下来吗？我们平时赶的话就是去呼唤它。哦喂，哦喂，哦喂，哦喂。对，这个小峰哥的专业，小峰哥可以喊出多少个调的？哦喂，再高，再高，再高。哦喂，再高。哦喂，哦。他们对你们这边呼唤，对你的声音肯定稍微有点陌生，是吧？啊，然后你们可以用那个盐砖，因为牛啊对这个盐它都比较敏感，它喜欢这个，然后就是拿这个盐砖呢，就是在窝窝呼下你手撑着撑着，它就知道这个能吃，是吧？然后它就冲你来了。哦，只要有一头两头在这里舔的话，它就散发一种有那个信号，它大家都在舔。您有多少多少的牛？这会儿你们可能能看得到个二三十头。那我们这三块够吗？哎呀，够！啊，谢谢，谢谢，谢谢。您今天这二十来头牛，我们全给您赶下来。好，放心，走吧。好，啊，我在这等你们啊。好。我觉得小峰哥你喊应该会成功哎。对，因为你可以模仿老师的那个声线。那个我的乌龟有口音的。红公牛啊。其实我们做那个菜。真的不知道，2000年前是需要吃那个嫩的，还是比较有咬口的一种。走之前，大厨告诉我们是要肋骨的，哦，带骨头的味道，是的。哎哎哎，那儿有牛哎！啊！哇，在前面啊！哇哇！哦，这么多啊！好多！哇！就真的很自在。有没有上中哪一头牛啊？我觉得就是脖子上带铃铛这个，是不是领头牛啊？毕竟不是每一头都带，要不然我们先试一试吧。团队做，我告诉团队作案，你知道吗？哦，这可是专业的，他们看你了，但是无动于衷。看这一头，
我是人头。护卫，护卫。呀，走。为什么？小方哥，那头牛走了。我邀请你来尝一尝，来，好吃着呢，特别好吃。我不顶你，你可以试试，你尝一尝。你不吃我可坏人了。我跟你讲，你不吃，有的是牛要吃，真不吃啊？说好了。哈哈，没成功，给机会。他又跑了，成功了吗？不成功。啊，我也不成功。哎，我们要不要去骗骗小的吧？是我觉得长大了不好骗，长大了不好骗。对，找一些小的，找那种没成年的肯定好骗。不是，他在顶，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哎呦，不要，不顶门，怎么还急眼呢？哎，小峰哥，有没有可能我们站得远一点，然后拿着眼块喊呜喂会好一点？因为我们太近距离了，试试 好，有点侮辱智商。因为人家说牛是很聪明的动物。喂，看，哇，你好像个猩猩，你在这儿。我怎么觉得上当了呢？他们根本不吃这套。喂，来，喂，你们两个是在伪装吗？喂，小牛、大牛、老牛、黄牛，哎呦，贪心了，贪心了，哥们儿，你给我，哎，完了，你看没，这个盐块很可爱，上面写了个舔字，这是给我看还是给牛看？抹点盐。来吧。哎，他们过去了。哎，他们过去了。在后面赶，一个人在前面。站，往这边走。哎呦我天！给我拽倒了，这贼有劲儿啊！小心！哎，这！严，不是，这地上是不是有封印啊？严抓不出这个圈啊！哎，又回去他们的舒适圈了。这咋回事？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究啊？吃都吃了还不走？这些牛啊，看人下菜碟啊，不好搞啊，真的很难，丧失信心。怎么搞啊？哇！天哪，这老师你太厉害了，姜老师你是陶渊明吧？我们这都是农场收菜呀。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菜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莴笋，这个是莴笋。莴笋，这不是，这是垮垮菜。垮垮菜。垮垮菜。哦，那这长得太像莴笋了吧？这。哎，有点像莴笋，对。这是藿香。哎，哦，这就藿香了。它应该就是土藿香是吧？哎，对。老百姓能吃的那种藿香。都是能吃的。啊，好香啊！好，要尝一尝。好甜哦，甜啊，清香，猛一点还有一点往鼻腔凑哈。原来古人的味道是这样的，你倒吸一口气就有点凉飕飕的，可不就是口腔清新剂的感觉吗？口吐芬芳，它其实是几种味道的集合，你可以说它是薄荷，嗯，又像罗勒，嗯，然后荆芥，荆芥，对，荆芥，河南人，对，我们很喜欢吃，这就是荆芥的。
这就境界啊、哎！咱们要不要来一个境界哦？给咱们那个大厨啊做一个预案，是吧？嗯，那我来拔一点。我们拔一点点可以吗？哎，可以。它可以凉拌的吃。对。啊，好香啊！这个下面的就是那个马齿菜。哦，马齿菜 啊，这个。对对对。对，这个凉拌也很好吃。可以把它弯起来。这个凉拌我来负责，拌的一定好吃。好的，好的。哦，绿的，我觉得辣椒也是可以直接吃哦。我觉得咱们摘几个就给咱们的总厨多一些选择。小辣椒，小辣椒，多漂亮！我想吃一个，现场吃啊。那你好厉害啊，吃辣。你可小心点啊。好，我觉得 OK 的。现在欧阳老师现场挑战吃辣椒。辣吧？不辣。不辣啊，我都闻到辣味了。闻到辣味了。嗯，来一点。不行，嗯，不敢。OK 啊 ，OK 啊，真很好吃。这个是最有生命力、能量最强的。要不要吃一点？真的是很 OK， 很 OK。你们俩都好厉害啊。嗯。辣吗？辣，你别吃了。别吃了。欧阳老师有点能吃辣。上当了，曾黎。我觉得咱们差不多了，可以了，那我们往回走吧。咱们往回走吧。好，走。谢谢，谢谢老师。明天见。是人家没到回家的时候呢吧？是因为天气热，可能都不愿意动。你想，咱们热的时候，让你从沙发上挪一下，谁挪？谁都不挪。哎呀，丧失信心。吴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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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威。刚才他接受了我们的树叶，这回还是找他吧。我换了一只哦，你看你爱不爱吃？这只有没有更好吃一点？出来一只，下去那只牛是不是叫俊杰呀？因为它好食食物啊，牛俊杰。哇，小峰哥很成功哦，可以耶。哎呀，我在底下等了你们快一个小时了，不容易，不容易。那老师。我们这任务算，算是上天宫，上天宫。那可以给我们自带牛牛肉吗？可以啊，稍后我把那个牛肉处理好了，送到你们的餐厅去。送到我们饕餮号，我们想要的是带骨头的，对，我们要带骨头的肉。是的，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好，谢谢您，谢谢您。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拜拜。快进来！啊，回来了！刚好，你那么早就回来了？我们也刚到，咱们前后脚。哦，你看我有没有壮很多？哇哇，举鼎的！哇，这是什么？这是藿香。青铜眼藿香。青铜是这个颜色啊？咱们看到的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个青铜都是锈了的，真正在古代的青铜叫吉金，吉利的金。你看。它这个里面还有这个蒸啊，蒸的那个篦，就有点像自带一个蒸格，对对对，就其实可以把它磨成那个粉，对，做调料用。哎，师傅回来了，大家好，大家好，您采的是什么？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植物。佩兰，佩兰，哦，这就是佩兰啊，好清香哎，哎，我觉得有这两样东西真的能很香哎，这个肉，哎，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蚝蚁的味道里了，对。
都带着各自的食材回来了，到哪儿都发现还是咱们饕餮号好，因为饕餮号最凉快。我跟你讲，不仅凉快，你没有发现你一进来心旷神怡吗？那是因为我们现场有这个海信的新风空调，它这个是新风增氧空调，不仅过滤了空气，还增加了氧气，所以进来你凉快的同时，你会突然觉得神清气爽，一下氧气够足。对对对。另外呢，这些新鲜的佩兰也好，还有藿香也好，我觉得很珍贵，咱们得赶紧放到冰箱里保鲜。好，我帮你放。它可以延长这些食物它们的一个保鲜期，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它真空的。哦，超级方便的。怎么真空啊？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然后我点一下真空罐，它真空好它自己就会告诉我的，就很智能。你在这举一会儿吧。所以我觉得，哎，不用举了，好了。所以我觉得爱做饭的家庭一定要配备这种很专业的冰箱。是的。哎，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赶紧开始制作了吧？对，徐老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干啊。涂建国老师呢，就是咱们随州站的首席厨师长。接下来啊，咱们来听涂老师给咱们分配任务。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人，你们谁愿意留下来？哦。先把我们开除了。你们六位自选三位，谁愿意留下来？涂老师第一难题就是开人。我觉得这样，因为每期的一转千千品专会上呢，都会有守正创新的一些创意菜吗？是的。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去为这个创意菜做点事儿。是的，好。是三个大才要去施展才华了，不送了啊，再见。再见再见。怀念我们。先走。辛苦啦，辛苦啦。再见。走吧走吧。走吧。快乐快乐快乐。拜拜。我们三人已经留下来了啊，蓝氏辛苦一下，你就负责把牛肉清洗一下。好，两位把佩兰和藿香洗一下。好 ，OK， 洗菜没有问题。好的，洗一两条就够了啊，搞四条吧。要洗多少呢？来，这个吧。我们洗完需要给它怎么样折了或者是切了吗？来，教你们。剪到我就带你的杆呢，给它剪掉就好了，剪短一点。啊，明白明白明白。那这个佩兰是不是要剪？佩兰到时候我们做牛肉都要垫底，让它增加香味。好啊。你说这东西菜市场能买得到吗？我觉得北方很难吧，咱们家那边肯定很难。那可不咋的，从来都没吃过。咱们家那边应该是酱油就够了。对的。而且咱们就算用，其实也不会用的特别特别多。东北特别爱用那个大料。异口同声，大料。对。洗完感觉手都香嘞。你说他们会不会用香料来洗手？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洗手液。可以的吧？我觉得它就本身这个可以做那个香薰嘛，这东西就这样洗手。啊，真的！你看我刚才这样搓完了，你闻。嗯，但你这有股搓的话，就有股菜味儿。我把我自己腌制了。对。就其实牛肉不怕太多脂肪啊那些哦。对对，它这个牛肉就是本身的牛肉质地非常好。在山上经常跑、经常运动的牛肉，就所有的肌肉都比较很放松。对对对，放松。哎，我们都洗完了，现在还能帮忙做什么吗？你现在去把我们的铜眼加水，我来，把它烧热。我来。它要怎么加水？它要怎么烧热？它怎么放到炉灶上？先摆上去，再加水。哦，用这个小炉子。对对对，我们就把它加工时间长一点吧。比如说，我们就已经加开水，它岂不是热得更快？可以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笼屉啊，就是比较小，就是那个肉如果太大的话，还放不下。我们把它立着。立着，哎，不能平下去。会不会那个蒸汽的受热没有那么匀呢？那个不会。哦，那加水，然后还要干什么呢？我们三个人就把这个牛肋骨，把它松一松，跟它按摩按摩。到时候把佩兰和藿香包裹在一起，好，放在里面蒸。好，随州菜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包裹果类的这种烹调方法，也是在我们湖北菜里面
是比较多的，就像我们那个早上吃到的那个菜泡泡青包的那个，对，豆皮包到泡泡青嘛，嗯，就它这一类的菜在地方菜里面它是呈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哦，好，好不好？哎，我们已经加好热水了哦。先随桌菜这一块的话，这个就是妙方法，出名，小心豆油皮放的要安。差不多，因为我已经见到它那个水位上来了。好，好， okay. 差不多平了。我们已经加好热水了，刚好有三个松肉锤，我们每个人都松一松，跟它锤它，松一松。好，好，锤到什么感觉？你们在边锤的时候，我就边看一看，好不好？对，我们两个在这儿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峰哥在这儿。我快把这个肉给从骨头上敲下来了，我也觉得是。据我的经验，又不用那么长时间去按摩，因为太长时间按摩的话，它就会散。是是是，就轻轻的敲一敲，有这个过程就 OK 了。好了，轻轻的敲完了，敲的怎么样，大厨？可以吗？这个能感觉出来吗？这个很好的，不错不错，哎。我这个呢去检验一下，可以，行行，峰哥这个也不错。好，涂老师亮刀了。老师，这个肉就直接不分吗？直接就整块？哇，整块拌，加点盐。来，我们给他做按摩了，马杀鸡，马杀鸡。哦，闻到这香味。嗯，还要放什么吗，涂老师？没有了，就这些。哎，我们可以加一点很多我们独有的东西进去。来，加点真心，加点爱心，加点还有什么？就看你在那个地方做这个菜。耐心，来拿过来，我们下。好好好，蒸起来。好，可以了，把我们的真心拿过来。这放得下吗？这个？蒸啊，这是有点担心啊。对啊，哦，它水开了，水开了。第一次用这种锅来蒸东西。哦，它竖着放。刚才老师说竖着放，我还没完全理解，是这个意思。好，好，走你。哎，来。这蒸给它得多蒸一阵吧。对的。我们等一等。好。老师，是不是这个肉差不多好了？时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差不多。闻一闻。好。哇、哦，哎，闻着挺香的。挺香的。来，我来把它弄起来。好的。我们这样啊，四个人一人一个。吃喽。不是吃，哦，加工骨头要把它剔出来，等它凉一点啊，切成片。好。最后我们就。给我们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好，师傅，那个切那个牛肉是有没有分，要怎么切一段段，还是我们把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这样呢口感会好一点，不要太薄了，好不好？横切牛肉，竖切鸡。横切是顺着切吗？顺着切，看它出来那个纹路最漂亮。好烫呀！啊，怎么样？是一个。哇，真的很烫嘞！不要这样，先把这个竖一刀 ，OK， 把骨头竖掉以后，稍微把它整一下，这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了，把佩兰垫在下面。主打一个简单快速。很多肥膏，那个肥膏把它处理一下，稍微整一整。好。我现在觉得好像在油炸当一些。怎么每一个人切的风格都不一样？我是给他做的切块，我切片，然后是肥瘦相间。
它这看着像酱牛肉的那个。对，所以我就说咱们三个人切了不同的风格的三盘。像是。来，哎，现在一看就感觉那盘肉贵了一些。对。三款不同的吃法，就是这种应该是清汤牛腩，然后这种应该是炖的牛腩。炖的。炖牛腩。那个黑椒牛肉。对。那就这样，我们每个人端一盘，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然后提一些意见。好，去吧。走。走。开门。我门走。徐州蒸牛肉，随便吃，随便吃。好吃的牛肉，看一看。蒸牛肉，随便吃。咱们是不是要编那种，就是把这个名字说得有噱头一点？编钟蒸牛肉，曾侯乙蒸牛肉，什么编钟蒸牛肉？说曾侯乙就他们可能，他们不是每个菜名他们都喜欢说编钟吗？对。曾侯乙编钟蒸牛肉。编钟蒸牛肉。蒸牛肉。快来晒死啦！人呢？快来！欢迎光临。曾侯乙蒸牛肉，尝尝吧。可以免费品尝吗？我一堆堆。但是我们有要求啊，就是每个人吃完了给我们一点意见。来，领导。谢谢。入口立马就有感受，可以分享了。它不是特别的软烂，它有点烦。哎呀，咋嚼的这么费劲呢？我已经从你的表情看出来，它确实不好下咽的。那有没有香味呢？觉得有没有什么优点？没有，暂时没有看出来了。这么惨吗？来，哪里人啊？你们是本地人吗？对，本地人哦。那你们的意见我们很需要了。有什么意见吗？味道有点淡，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味道。如果是本地人的话，你觉得要加多一点什么味在里面？辣一点。明白了。你们觉得是炖进去比较喜欢，还是蘸着吃比较喜欢啊？我们会蘸着比较喜欢，蘸着喜欢吃蘸着的，蘸着吃。感觉厨师不太厉害，叫卖的已经没有什么勇气了。改一个口号，就是。清淡蒸牛肉，清淡蒸牛肉，来，要不要尝一尝？来，小峰哥亲手奉上的牛肉，尝一尝，然后跟我们来，没有味道，那个丝不烂，只能一块，这一整块咬进去，哦，不烂，公主碗。四位都是本地人吗？对，对啊，对。哎，加多一点什么味道比较好？甜、辣，还是我觉得辣的咸的，辣点好辣的。哇，喜欢吃辣的。哦，可以吃。看来辣是一条路哎，然后咸辣可以。好，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了宝贵的意见，谢谢。我们要回去改良这个了。一转千年，由节目合作品牌海信洗衣机特别呈现海信活水洗衣机，活水模块除真菌，妈妈很放心。大气水喝大窑，一转千年由大窑饮品特别呈现，大窑大气水，大瓶大口大畅饮，一起分享大快乐，净爽大气，大气水喝大窑。一转千年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回来了，你们在忙什么呢？我们在研究改良一下这个蒸牛肉。我们的创意菜已经全部都落地了。哎呦，我们接下来要寻找几样东西，抓紧时间。这是吗？哎，我们为什么要帮曾黎？咱们是竞争状态啊！对不起，再见了。好震撼呐啊！那么第一次闻到的是第几道？嗯，我让你闻到的三次，其实都是同一种米。博物馆讲解，哎，剑谱，来，冰箱在这儿呢。先把一个轮廓给画出来。哇！曾侯乙蒸牛肉，进传。太激动了，感觉离曾侯乙又近了一些。辣和麻在舌尖跳跃。哇！是一转千里。